没没有执法权，我是地警老大，我天天在这儿。你说你们队长，我天天在，放心。你说你们警察的吗？我都不听。你们没有执法权，知道不？老能见着，几乎每天都能见着他。有时候是装瘸，就是一盘腿往地上一坐，拿两个手往前爬；有时候呢是装瞎子，拿个棍儿啊装盲人；也有时候呢他是装那种智障人士，背个音箱啊唱歌。地铁人员只是劝阻劝击出战，因为咱们确实没有执法权。